壮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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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队长就是壮壮。又被掰弯掉，太烂了，我太烂。不会啊，你最棒，你是最棒的。所有的流言蜚语，我都要帮你们扛起来。全明星黄色闪电连拿三座 MVP， 壮壮当选首位女队长，扛起流言蜚语。太强，没有那么夸张啦，你们那很不错，你看你们正宗哎，一个叉都黄了，你自己看，全部都黄了哎。拜托，看完你们上一次把人家剃光头，没关系，我先让他高兴个几周。我们这一周真的很想剃你们光头。剃啊，你剃啊！今天让你剃光头，我在这边做100个福利顶层。其实我很注重团体练习的时间，团练两次没来，基本上下周的项目只要有比赛这个项目的，你这个团练的项目没来，我就不会让你上场。小小郭维严压境要被剃光头，果真不容易。全明星本周蓝队休战，射箭及足球十二码 PK 赛黄队拿下，躲避球则是由红队胜出。你们还沉醉在上一场的失败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吗？没有。我看大家好像心不在焉，有吗？有，没有，没有，笑，没有，有还是没有？没有。哇，这个很笑态哦。Yellow Trio 这周太鬼了，继郑敬星 and 彭尊，黄队已经连拿三座 MVP 啦。当他光芒照射，射进射进射进我心海底下。多谢各位伙伴，一个。观察员注意啦，黄队也用投票的方式选出节目四季以来首位女队长，基本就是希望她在团练的时候她一定可以到，然后她可以掌握每个队员的状况，然后每个队员也可以相信她。壮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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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我们队长就选出来了，那队长就是壮壮。你是最棒的，你是最棒的。我的表现不是最好的，但我会把我所有的力量给我所有的队员们。然后，不管是牺牲我自己还是怎么样，我希望你们是最棒的。然后，我也都用尽我全身力气相信你们。好。再喊一个好不好？